中梵双方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自2018年签署以来，已于2020年和2022年两次延期，中梵双方均对协议执行的成效予以积极评价。经友好协商，双方决定将协议再延期4年。双方将本着建设性精神保持接谈，持续推进中梵关系改善。